Встречаю я рассвет, и все из-за кого-то. Со мною нет кого-то, ах, где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Могу весь мир я обойти, чтобы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чтобы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Могу весь мир я обойти.众所周知，劳动会使人变得高尚，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兴高采烈地去上班工作。至于我这个人，仅仅是指望劳动会把我变得高尚一些，才天天去上班。假如没有统计这一行，恐怕连我们自己也不会知道我们工作的是多么出色。Людмил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Гарудина 是统计局局长，这位女首长居然精通自己的领导业务。是啊，生活中不乏这类新鲜事。Людмил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这个人呢，每天上班比谁都早，下班却比谁都晚。不难猜到，她呀，嘿嘿，还没有出嫁。大家给她起了个雅号，冷血动物。当然当然，可不是当着他的面儿这样称呼。每天早晨我去上班，才能摆脱开我这两个淘气的宝贝儿。给你四十戈币买两瓶牛奶，可不准忘了。好啊，别忘了吃早点。现在我得跟你算算账，什么时候你才能不再惹祸？我表现得挺好呀。为什么都来找我告状？你给我解释解释。还有，你干嘛要吃橡皮泥？我是蘸着白糖吃的。橡皮泥吃不得，你大了该懂了。对了，干嘛把麦夏锁在壁橱里？这么回事，我锁上了橱门，可是钥匙丢了。去吧，我看你再敢往老师的椅子上抹浆糊，听见了没有？好吧好吧，这些无赖。我的名字叫安德烈·耶夫里梅奇，姓纳瓦西里采夫。我是靠工资过日子的，也就是说，从这个月开支撑到下个月开支，紧紧巴巴，凑凑合合。他呢，是奥利加·彼得罗夫娜·雷若娃，我们喜欢叫他奥利亚。开满货
欧利亚是我最忠诚的朋友，在财经学院学习的时候，我们就是同窗好友。他这个人呐，是个乐天派，天塌下来也笑呵呵的。我最喜欢他这一点了。地球就是靠乐天派才转起来的嘛。这个城市人山人海，汽车络绎不绝，人人忙着赶路，像是要迟到了一样。处处人碰人，车挨车，样样都排队。尽管这样，我还是爱我的城市，这是一座美好的城市。这是维勒奇卡，她像所有女人那样富有好奇心，也像所有女秘书那样柔媚动人。她拿的是秘书工资，可是全副穿戴，清一色是进口货，怎么来的？这可是个谜。这位叫舒拉，她人蛮不错，只可惜积极过了头，大伙儿把她推选出来搞社会工作，可是一推上来可就再也推不下去了。挤车是强制性的早操，这么一挤，没睡醒的人也来精神了。哎呀，总算到了上班的地方。你好，你知道吗？若夫卡又把鞋磨破了。是吗？从哪儿能借二十卢布？发薪就还。大家听着。不知道。等等，我得找片药吃。给片头怎么样？先别走。每人交五十俄比给你。今天又是什么份子？玛莎·谢里斯涅瓦生孩子。好，在这儿签名。跟我又不相干。是男孩还是女孩？还没弄清楚，不是男孩就是女孩。啊，谢谢。在这儿。啊，谁还没交钱？笔记没有？在这儿。替我也。啊，好，签上名。谁还没交份子钱？大家先别忙着走啊！这嗓门真难听。你说我跟谁借二十卢布啊？要是让我当处长就好了。要是我就让你当，你有能力又有经验，你得找咱们那个冷血动物跟他说说，你不当让谁当呢？这是不可能的。走吧，走吧。舒拉是男孩是女孩啊？我不知道。你怎么不打听一下？我没打。你得去找那个冷血动物，跟他说你还有两个孩子要养。瞧你说的，跟他还提什么孩子？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孩子。你好，他以为都是根据机关编制出生的，按职务、按级别、工资对号入座的。你好，不过当处长能挣五十卢布，大街上可没出去。那是找不到的。您好，问题不在乎钱，这张桌子我坐腻了，坐在这儿我感到像个超龄的学生。哎呀，我能胜任更多的工作。你这话不该跟我说，你得跟他说。我才不跟他说这些呢，有失身份，我有人格。拿的。我们机关的每个工作日都是这么开始的，这成了惯例、传统，甚至可以说成是一种仪式。
逼的伊万诺维奇·波布里科夫是食品工业处处长，也许正因为如此，他那么富态，那么滋润。而这位是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萨马赫瓦尔，一个大好人，我早就认识他，大学同学。他一来统计局，戏就要开锣了。在这个与平常没有什么两样的普通早晨，美女们终于打扮完毕，她们进入了数字世界，沉湎在报表汇总、计划、预算之中。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心醉的、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是你后离开家的，你没忘记把门锁上吧？应该不会忘记，昨天我们已经离婚了。当然记得，你是那么粗暴。对不起，刘德米拉·布洛克耶夫娜在吗？是的，等会儿。不过你今天早上可是用我的锅煎的鸡蛋，用完了你连洗都没洗。你抽的烟太刺了。顺便提一句，我叫尤里·格里高利维奇。过一会儿再打。对不起，我以为您是来访的呢。他在吗？哦，在，请吧。你好，刘德米拉·布洛科夫耶夫娜，我报道来了。你猜我抽什么烟？万宝路。新上任的副局长真阔气，顺手就塞给我一条。他是想跟我拉关系啊。他现在去老太婆那儿了。现在谁和你拉关系，我都不在乎了。哦，对不起，我不由自主的又给您打电话了，以后再也不打了。请允许我送一件瑞士的纪念品，八色笔，这比批阅文件最合适。黑色表示拒绝，红色表示去会计那儿支款，绿色表示希望，蓝色表示转某某通知运。谢谢，讲的俏皮，请坐。别了，让纳瓦西里采夫到这儿来一下。哪个纳瓦西里采夫？一个很平庸的干部，没精打采，缺乏主动性。遗憾的是，这种人我们这儿很多。那么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安德里耶夫列米奇，到局长这儿来一趟。我马上去，他都找上我了。别错过机会，要抓住要害，不当上处长你就别从他那儿出来。在他眼里我是个零，不过别人也和我一样。您先熟悉一下化学工业处的情况。我在瑞士搞过化学工业处，在那里我可能最有趣的就是。然后您再调查一下基建处电子计算机的调试情况。瑞士的电子计算机。瑞士有计算机这很好，不过我们有一个让人头疼的单位，这就是轻工业处。糟糕的是，现在连个处长也没有。原来的处长彼得鲁宁调到部里工作去了。那么新差事来了。目前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让他进来。快进去吧。别害怕。另外，我请您还要特别注意。对不起，刘德米拉·布洛科夫耶夫娜，您找我了。坐吧，纳瓦西里采夫同志。谢谢。托利亚，托利亚，托利亚，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从哪儿来呀、我就在工作。怎么回事，同志们？你就在这儿工作？别慌，一直在这儿。你怎么来的？眼镜、胡子、头都秃了，还没全秃呢。真见鬼！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同窗好友。是的，我明白。那么，希利采夫同志。等一下，你看我这有点那么希利采夫同志，这是您写的报表。是的。做事要严肃认真，否则干脆就别做。统计学是门科学，容不得似是而非的东西。这我知道。您怎么引用了未经检验的数据？怎么回事？我检验过的。您没有注意到在市场上我们的商品常常是短缺的吗？是啊，我也常去商店，我人家瑞士的商店，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
像您这样粗心大意的人没有把他们列入计划。这份报表您拿回去再修改。那么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接着谈我们的事吧。就是说您作为我的副手，我请您抓一下纪律。遗憾的是咱们的纪律还很松散。您还有什么事吗？是的。什么事？我觉得好像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倒也没什么。没有，那么您可以走了。工作迟到。多利凯，你在门口等我一下，我马上。上班时间逛商店。不久前还发生一件很不成体统的事情，简直令人无法容忍。有人在女厕所，请原谅。怎么了？张贴启事出售连裤袜，预购者速打电话。是无法容忍。给冷血动物派了个副手，你猜是谁？我猜不出来是谁呀。你想一想。我想不出来。你好好想想。到底是谁呀？尤里卡。哪个尤里卡？哪个好像你跟他没有过交情似的。是萨马赫瓦了。正是他。真想不到他现在怎么样。他呀，像个嫩黄瓜。真的。尤拉，欧丽亚，哦天哪，你太漂亮了，欧丽亚，我把她陪衬出来的，你一点也没变样，哪里？见到你我太高兴了，啊，我也是，伙计们找个地方聊聊吧，好，我还不能请你们去我的办公室，那里正在翻修呢，我也像那些新上任的官一样，先要翻修自己的办公室，欧丽亚，你过得怎么样？啊，我挺好的，有一套住宅，就是远了点，在郊区。走，这边。抽支烟去。我有个儿子，都14岁了。他爱好体育，跳远成绩是一级少年运动员的标准。抽这个万宝路。谢谢。我丈夫也挺好的。恰克洛夫斯基刚给他做了切除胃溃疡的手术，手术非常成功。还给了他一张免费疗养证，他正在野仙突击疗养呢。总之我过得不错，不比别人差。瞧你瞧你。我长期郊游看电影。过场烟也是甜的，是甜的。你怎么样？这两年在日内瓦工作。哦，瑞士的小礼物。谢谢。日内瓦怎么样？非常高兴的。很复杂。我说，你能借我20卢布吗？我很抱歉。当然，那还用说吗？而且这违反了我的原则，我是从来不向领导借钱的。我还没正式上任嘛。是啊，现在还可以。方便的话，一发工资我就还。算了，谢谢。尤拉，让你当领导，这太好了。你帮帮托利亚。怎么了？是这么回事儿，欧利亚，别说了，听见吗？不要再说了。这种不公平的事太让人生气了。我们处长位置是个空缺，托利亚是最合适的人选。欧利亚，我求你，少说两句。他聪明好学，知识渊博，他有2个孩子得养活。妻子是谁？他妻子走了，那个女人把2个孩子都扔给了他。孩子是我从他手里争过来的，是我不给他。问题不在这儿。喂，你好，我是纳瓦西里塞夫。什么？我儿子往人身上吐吐吗？请您狠狠揍他一顿，我得晚一会儿去，我先给他买双鞋，然后马上去接他。谢谢，这小乌拉又闯祸了。好啊，提巴托利亚的想法正合我意。尤拉，算了，尤拉，就是嘛，奥利亚，看你现在你是大领导，这不是你算了。那份报表我写砸了，这事儿根本不成啊，伙计们。托利亚，不要了，奥利亚，我们这么多年没见面，也许我变坏了。再坏也能领导一个处吗？这倒没错。你们俩等着。哎呦了，别去了，你听我说，现在不是时候。托利，你不要管。哎呦，欧利亚，你跟他解释解释。你看他一点也没变。是的，他要是这么办事，他在这儿可是待不长。托利，你说实话，现在我这样子还过得去吧？当然，欧利亚，你是没挑的。局长同志，嗯，我有个想法，让纳瓦西里财富当轻贵处的处长，您看怎么样？啊，他写坏了一份报表，这说明不了什么。一个人长期做基层工作，难免如此。
我早就认识他，他很有才能。您想提拔您的同窗好友，这种心情我很能理解。但是提拔干部唯一的标准是他的工作能力。对不起。那么再见吧。暂时还办不成，不过这种事一时半会儿是办不成的，要有点耐性，保准成功。尤拉，我一向是信赖你的。我知道没希望。啊，别害怕，副局长同志，要是有旁人在场，我不会这么亲热的。你说话办事一向是得体的，我理解。好了，你们先谈着，我得赶紧到商店去一趟，一会儿午休要关门的。我们的午休时间成问题，一点到两点，正赶上副食店关门。时间不饶人呢。你还记得他当年的样子？是啊，不过你我也不是越活越年轻，不是吗？这倒是。当然，女人就更明显些。我是说，我非常愿意让我的朋友接任这个职务，我在困难的时候可以依赖他。那当然，每个新官上任都要安插自己。我想你是我的人。当然是。老实说，在这之前我谁的人也不是。下楼去，我给你看样东西。别了，给我叫汽车。给你，谢谢，多谢。请。老贾一楼。请等一下，您是新来的副局长。是的。哦，太好了，玛莎·谢利斯涅瓦生孩子，请您交五十戈比，在这儿签个名。太妙了，每人都像您这样就好了。哦，找钱？不必了，为了玛莎花点钱我舍得。你交了吗？我交了。交了？我交了。约了，买了双靴子，还没拿定主意呢。你喜欢吗？太扎眼了，要是我才不买这双靴子。再说上班时间不要研究靴子，请您下了班再研究吧。这么说靴子好，得买下。局长对你评价不高，说你是个平庸之辈。他说对了，丑。当心，是没有能力的人的防护面具，不过总得想点办法把他打通啊。他有什么弱点？他根本没有弱点。他是个不太年轻不太漂亮的单身女人。他不是女人，是局长。好了， Sit down please， 这是你的汽车。坐吧坐吧，小伙子。哎呀，真不错呀，伏尔加心情的。坐吧坐吧，简直像小住宅一样。这是什么？飞利浦立体声收录机。镶在车上的两个喇叭，一左一右。尤里给高了一位机，我去部里，可能不会很快回来。那个谢利才不同志，赶快把您的报表修改一下。局长同志，别忘了，我晚上不候光临。好，我会去的。尤拉，你知道吗？我怕他就像怕狼一样。这样吧，今天我在家开个晚会，为我到这庆祝一下。你也去，家庭气氛无拘无束，你想法和他搭上关系，你要谢谢殷勤，不然的话我再提你当处长的事，他会大吼起来的。怎么老是那么吼叫，怎么谢殷勤？这是个好办法，你要像对待一般女人那样对待他。不成，尤拉，我办不到，作为一个男人我不能。
啊，不不不，作为一个男人，我当然我也不是让你真心追求他，只不过是这个稍微的跟他套套近乎。不不，就是职位再好，我也不能跟他套近乎。咱们说定了，我可不跟他套近乎。哎，你最好把欧丽亚也请上，你请我不请他，他会怪你的，真的。为什么请他？这有什么？好，8点以前你们一块儿来。这小人不错呀，这是大家不要客气，来来，请过去，请吧，请吧，请请吧，谢谢。大家跳舞吧，来来来来来。您怎么不吃啊？啊，我吃啊。你家里很舒适。您妻子我也很喜欢，这一点咱俩看法一致。我希望在工作上也一致才好。当然如此。这个是什么？它叫摩登。摩登。目前在欧洲很时髦，是室内装饰用的。你看。是这么回事。它会使你产生一种动的幻觉，美国人科德尔发明的。现在80年代生活节奏快，忙忙碌碌的回到家里看看这个玩意儿，神经就会松弛一下。很有意思。啊，您回到客人那儿去吧，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怎么能让您一个人在这儿？没关系，我在这儿休息一会儿。翻翻杂志，吵吵嚷嚷的，我感到疲乏。我喜欢一个人待着啊，不用为我操心，我安静一会儿。给您杂志，谢谢。您休息吧，谢谢。托里，托里，来一下，马上来，托里。托里，来了，还真贪吃，好吃啊！天赐良机，刘德米拉布洛科夫喜欢他一个人在那儿休息呢，让他休息，我不去打扰。你别犯傻了，你怎么搞的？又拉我不行，我真的没鸡尾酒。你是主人，你招待吗？拿着。哎呀，真的我不行，又拉，何苦呢？这我知道他挺可怕的。我说真的，你饶了我吧，把他放在田里吓唬麻雀算了。我怕他，又拉，我真的怕他。算了，又拉，你说算了，得了，啊，又拉，快点去。哎呀，机不可失。我真的怕他，去吧，去吧。二连卡，愉快吗？又拉，你家真阔气。尝尝撒了。这个，我品尝过了。你夫人没有我的手艺高明，应该再加点搓碎的苹果。你的性格一点没变。怎么？你还记得我的性格？我全记得。我也是。秃顶。又来，托里，怎么搞的？我不是说了吗？快点去呀、啊！真见鬼！托里，去、啊！哎呀，天哪，要我的命了！我可以进来吗，刘德明拉布拉科夫伊夫娜？进来吧，纳瓦谢列塞夫同志。多谢，坐吧。谢谢。别坐这儿。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没事，有事。说吧。请您喝鸡尾酒。我是不喝酒的，那么谢里切夫同志。我也不喝酒。那您为什么把酒端来？为了喝呀。这是我的过错。可惜不是第一次。刘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我想对您说，您很有洞察力。从何说起？您看问题很准。我正在修改报表，他呀，眼看着越变越好了，就是报表越变越好。这我太高兴了，那么谢了钱不同志。
越变越好。六的米拉巴的 coffee 呢？您喜欢采蘑菇吗？什么？蘑菇啊，鳞皮牛肝菌、变形牛肝菌、蜜环菌，还有……我对这个毫无兴趣。这，说心里话，我打心眼里为您感到惋惜。如果您走进树林，树林，对对，运气好的话，碰上一个好树桩，您就能采一大堆树桩，不，一大堆蜜环菌，还有小白蘑，它们长在白桦树和白杨树底下，您知道吗？夏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要是雨水少，就得上低洼处去找。对，低洼处去找。就这样，蘑菇喜欢潮湿。采蘑菇，您是个大专家呢，瓦西里切夫同志。采蘑菇是的，我的名字叫安纳托利耶夫列梅奇。我会记住。您还有什么事吗？没有了，完了。您可以走了，那么谢谢钱。谢谢。怎么样？为什么不请他喝酒？人家不喝。那你们干什么了？都谈什么？谈什么？谈蘑菇。蘑菇？是啊。为什么谈蘑菇？跟他谈什么好呢？总不能谈捉蛇吧？我想办法献殷勤，可是我做不来啊。我懂。我最后一次向我妻子献殷勤是12年前的事了，我全忘了。那么他发现你的意图了吗？大概没有。尤拉，在瑞士看过脱衣舞吗？没有。说实话了。为什么看那个？要是我一定去看。同志们尝尝，奶酪是瑞士的，橄榄希腊的。我看你想一辈子当个老统计师。我不愿意，可是难道不能想别的办法吗？说实话，我一看见他我腿就发软呢。那就别站着，坐着聊嘛。我不是开玩笑，我不知道跟他谈什么好。谈点高雅的，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高雅的，高雅的倒是容易，就是怕他听不懂啊。我去喝几口，壮壮胆子，然后再去对牛弹琴。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你怎么不请我跳舞啊？我请您跳舞，瓦利杰彼得洛夫呢？这是我强求来的。尤拉，你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没去上财政法课，却跑到一家冷饮店，一百阔气要了那么多吃的东西，后来钱都不够付账的了。当然记得。我问你一件事。那个食品处的波布利科夫怎么样？是处长。为人怎么样？官儿迷。啊。有了。什么？你妻子她不会吃醋吧？吃谁的醋？我的。当然会的。有了，你还记得我们特意到昆采沃去接吻的事儿吗？那片林子已经变成一座城市了。记得，当然记得。是地方工业处的瓦罗夫斯基河，人怎么样？是个真正的男子汉。有了。你知道吗？现在我和你一起跳舞，就好像又回到了18年以前。我去了，来点高雅的。行。你看看，真见鬼，我又来了。我和您不是告别过了吗，纳瓦西里采夫同志？没错，
不过我们可以重新问候一番。晚上好，列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晚上好。晚上是不错。我坐下了可以吗？嗯，坐。那就谢了。不胜感激，不胜感激。不不不，您不感到寂寞吗？不，我习惯一个人待着，我从来没感到寂寞。嗯，那么我最好走开了。您可以留下来，您不妨碍我。感激不尽。要支烟、火柴还是盒子？谢谢。嗯，给您点白兰地、威士忌、杜松子酒还是伏特加？我不是说过吗？我不喝酒。啊，是是是，看来我的记忆力出了毛病。杂志里说什么？没什么一般的东西。瞧，我们坐在这儿像聋哑人，好像无话可说。我们还是谈点什么吧。关于我的报表已经谈过了。对蘑菇呢？对蘑菇您又不感兴趣。您看，我没理解错吧？是不是？你没有理解错。对坚果您感兴趣吗？做成果酱以后有兴趣。啊，对诗歌呢？对诗歌您是怎么看的？还行。什么？啊，真的啊？这太好了，列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那谈谈诗歌吧。我年轻的时候，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还写过诗呢。您写过没有？没有，我还没有这个才能。我也没有。我来朗诵一首，您一听就知道我没有。没有必要，何必冒险呢？豁出去了，我实在是太想给您留个好印象。这个目的您已经达到了。我想再加深一下，读段早期作品吧。去爱别人负担太重，你很美，不必有曲线活动。欣赏你的美貌，无意把生命的秘密猜中。去爱别人啊，看起来您年轻的时期比现在要聪明得多。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帕斯杰尔纳克竟是您的笔名啊。真没想到您居然懂得诗，而且还知道这诗是谁写的。诗是好诗，可惜朗读的不好。这您比我清楚。那当然了。不过我的朋友们都说我有朗诵才能。那是恭维，您读得糟透了。您对音乐感兴趣吗？我是说随便什么形式都可以啊。我想您总不至于表演您的音乐才华啊。我正想唱支歌啊。那太可悲了。为什么？大家认为我有副好嗓子，低音是男中音，高音有童音呐、真的有童音。我发现您有点喝得太多了。哪儿的话，我要喝多了会耍酒疯的。现在我多老实。算我走运了。那我给您唱支什么歌呢？我看还是不唱为好。这么说您认为我唱歌也不会了？是的是的，您把我闹得累极了。我给您唱支歌，马上就能给您解除疲劳。真的，您听着。周围静悄悄，只有呼唤没有睡觉，耳朵挂在树枝上，摇摇摇摆摆摆把舞跳，蹦蹦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看您神经有毛病了吧。这么说我唱歌你也不喜欢了是吗？是的，很遗憾。您什么都不喜欢？讨您的喜欢太难了，可我偏要试一试。现在我要跳个舞，现代舞不会中您的意。对，不中您的意，我就来段古典的俄罗斯民间舞吉普赛女郎怎么样？你来看看，你来给我伴唱吧。不，算了吧，你不会给我伴唱的，我自己来吧。来，你看着啊，让开。啦啦啦啦，我爱上了吉普赛女郎，可她嫁给了别人。让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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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请。
我爱上了吉普赛琳娜，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让我过去。这是干什么？怎么了？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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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利亚，你是钻石心肠，让他说完，让他说完吧。你让我把话说完，我还没说完呢，你让我说。你可以帮我开除，托利亚，求求你别说了。让我高兴的是，我当你的面，你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对，说出来了。局长同志，你放开我，我没事，没关系。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非常感谢。你举办了如此成功的晚会，哪里留的米拉布拉库，那是你非常高兴。再见，谢谢。谢谢。库尔尼西米亚诺维奇，谢谢。我送你。再见。再见了，同志们。再见，再见。内罗瓦同志，再见。再见了，留的米拉布拉库夫呢？再见了，纳瓦西里采夫同志。阿纳多尼耶夫里面去，这么深情。再见，是不是让我送送你？不必麻烦您了。再见。要我送你吗，局长？不，我送，我亲自送。请您原谅他，别往心里去。没什么，我他人不坏，人挺好，玩得很愉快。请您没什么，没什么。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全怪我，我照顾不周到。玩得很，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他吧。有谁都有喝多的时候。快！您千万不要见怪，真没想到会出这种事。您别往心里去，他都是胡说八道。干嘛生气呢？了解自己在下属心目中的形象很有意思。谢谢，回家。明天见。Трамваях болтает, нас мотает одна маята, нас метро то и дело глотает, выпуская из дымного рта. В шумных улицах в белом порхании люди ходим мы рядом с людьми, перемешаны наши дыхания. Перепутаны наши следы, перепутаны наши следы. Из карманов мы курево тянем, популярные песни мычим, задевая друг друга локтями. Извиняемся или молчим. По садовым, лебяжьим и трубным каждый вроде отдельным путем. Мы неузнанные друг другом, задевая друг друга идем, задевая друг друга идем.9:00。你好，乱世英雄。你好，请解释一下昨天晚上。你好，你好，中什么邪了？我说你别折磨我了，我昨天晚上都没睡。你好，你好，早上好。别难过了，快去道个歉吧。这可不行，我不好意思见他。要想坐雪橇，先得抬雪橇。您好，你好，这姑娘叫什么？不记得了。
好，听你的。也许我运气好，他根本不接见我。早上好，同志们。尤拉。早安，奥林卡。昨天晚上到我家做客，我很高兴。我也是，我站在这儿等你，就是为了，就是为了谢谢你。不必了，我很高兴。你今天有什么打算？我想休息一下。啊。哦，维鲁奇卡，早上好。早上好。在吗？和往常一样。瑞士的纪念品。嚯，我可不收贿呀。哦，效率真高啊。嚯，名牌货。你今晚有什么安排呀？有聚会？什么聚会呀？有男人参加吗？你给我介绍一下嘛。嗯，我现在可是个独身女人了。别了，来一下，带上信件。哦，在这儿呢，您坐一会儿。约了。嗯，你了解所有人的情况吗？这是我的工作吗？了解纳瓦杰里采夫同志。嗯，窝窝囊囊的，单身汉，带着两个孩子。您等了半天了。哦，那算了，我过一会儿再来吧。嗯，您还记得击剑处那个叫丽莎的吗？就是浅头发，梳条辫子，娃娃脸儿，现在不在我们局里了。说实话，我记不得了。那就是他的妻子，他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后来嘛，跟别人跑了。嗯。那个梁吉耶娃怎么忍心扔下孩子？她是母亲呢。母亲，孩子的母亲是纳瓦谢利采夫。他是个老实人，心底善良，从不伤人，说话都不带提高嗓门的。是的，从不伤人。哎呀，纳瓦谢利采夫，您的情况不妙啊！老太婆对您发生了兴趣，把您的档案都调来了。我会被开除的。为什么？无理取闹。哎呀，温乐奇卡，也许他不会接见我吧。嗯，你坐着等会儿。那么谢利采夫来了。我没叫他来啊。那我对他说您正忙着呢。不，这样不太好，你还是让他进来吧。嗯哼，怎么样？哎，快进去吧。情绪怎么样？哎呦，豁出去了。哎，祝你好运。谢谢。您好，布鲁克菲亚。不。略得米拉布鲁科菲尤娜，我来是为了，我也不知道昨天我昨天是中了什么邪了。是的，我领教过了。我像断了链子的疯狗。这么说还差不多。就是说链子断了。好了，坐吧。那么谢里采夫同志。不能坐。阿拉多里耶夫里米奇。不，要死还是站着死好。坐下，别怕。谢谢。有劳大驾，屈尊就坐。多谢。昨天啊，坐下。您说我丝毫没有人的感情。昨天我全是胡诌，您不必把我的话当真。不应该认真对待，因为你说出了我们局里一些人的心里话。您在大庭广众之下。是的。
对我进行诽谤污蔑。是污蔑。您所说的话都是谎言。全是谎言。是令人愤慨的谎言。这种谎言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我也不同意。您总是支支吾吾的。我没支支吾吾。我没法摸透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干嘛要摸我？别摸我。您说我铁石心肠。哪儿的话豆腐心肠。说我冷若冰霜。不，您热情奔放。说我没心肝。您肝胆俱全。说我干巴巴的。不，你湿乎乎的。请原谅惹得米勒穆洛科夫一夫呢。住嘴，请您不要再挖苦我了。我没有，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不过是我并没有想，我也不明白我怎么就说出个湿乎乎的。我是想说您很善良，惹得米勒穆洛科夫一夫呢。我真是这么想说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不您这么恨我，我有什么对不起您的地方了？我这么痛苦。您从哪儿断定我那么恨我？我没伤着您呢。是没有。我没撤您的职。目前还没有。奖金我按月发给您。是领了，留在米拉波罗库。我批评了您写的报表，可这是我的权利。目前为止，我还是这个局的。我们局长都很敬重您，打心眼里边爱您，真的从心眼深处里，我们都很敬重您，真是。深处在很深的深处，以致我无法感觉到。我应该感觉到，真的。你胡说些什么呀？你别说了。很民主。您又胡说了，您别再胡说。这真的。怎么说？您不怕咱们进？如果您叫谁到办公室来，他就像过节日一样，真的就像过节日一样。太可气了！您这是怎么了？您闯进我的办公室，对我胡言乱语。您不要哭，您的职务不该哭啊！不要您管，不要您管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是领导，这是我领导的事情。不。哦，水，凉水瓶。我可以进来吗？哎呦啦，等一等，先出去。我求你快出去。我们在开会。怎么回事？他无理取闹，要把他开除。尤德米拉·布拉郭夫人呐，我要找你谈谈。等等，让我们把会开完。不要您在这儿指手画脚的，我是这儿的领导，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是主人，我是这儿的女主人。对，你是女主人。又要胡来了，真是个冒失鬼。不要哭了，我见鬼，哭什么？有什么大不了的？让我像保姆那样哄哄您。那您干嘛要惹我？那就哭吧，哭吧，哭吧。哭哭也许对您有好处，你还能哭，这说明您还有救啊。您别管，我去接。我接。喂。喂。他正忙着。部长，什么部长？给我。不行，他现在顾不上部长。给我。哦，瞧您干的好事。您怎么能对部领导这么讲话？连我也不敢这样，瞧您干。来，喝口水。哦，我们都失去了理智了。不，打个嗝，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把我看成一个怪物？没事，不要言过其实，不是所有人，也不是特别怪的怪物，没关系。不，我真受不了了，您走吧，我不想看见您了，我不愿意听您说话了。他还在里面呢，瞧，门都锁上了。要不要砸开门把他救出来？您怎么了？我看您有毛病吗？说实话，我绝对没有想冒犯您，倒是您这么一哭，使我感到您是一个正常的女人，我深为震惊。好了，您使我烦透了。柳德米拉·布拉科夫夫呢？请您理解，我是天生的笨嘴拙舌，我想问题什么的都挺正常的，可就是一表达起来，我就好了，部长说什么了？鬼知道，我觉得他没听懂我的话，我不习惯和部长对话。如果现在部长让我去，我怎么去见他呀？我眼睛一整天都得是红的，鼻子也是一样。要是用手擦，眼睛就会红；要是等眼泪自己干，谁也看不出来了。您知道，我很久没这么哭过了。我多么想一个人大哭一场，可是一个人哭有什么意思？就像酒鬼自斟自饮一样。是。
要是下次您要是想哭就把我叫来，咱们一块儿哭。啊，请您帮我倒点水，谢谢。您比我强，您有两个孩子。对，一个是男孩，那个也是。我呢，只有一个人。每天早上起了床，我就去煮咖啡。要知道，不是我想吃早饭，而是非吃不可。吃完了早饭，我就去上班。这间办公室和这块小阳台才是我真正的家。可是到了晚上怎么办？要知道我是多么怕过夜晚。我在这儿耽搁了很久，直到守卫人员那串大钥匙哗啦一响，我才不得不离开这儿。我装作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样子，其实我是无处可去。家里有什么？有台电视机，我连狗都不敢养，白天没人带它出去溜达。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有许多熟人和朋友，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家务事，所以我简直把自己变成一个老太婆了。其实我才36岁。才36岁？是的是的，我比你年轻阿拉多了耶夫里梅奇。我看上去多大？像35岁。35？您又说谎了，纳瓦谢里采夫同志。就是您穿的衣服颜色暗了点。是吗？暗了点，没色彩。我没注意。维列奇卡交50戈比，在这儿签个名。保罗夫斯基过50岁生日，每年才喝1戈比，这可不贵，请签名吧。现在开生日晚会不时髦了。等您50岁的时候也给您收份子。我活不到50，太劳神了。好了，阿拉多内耶夫里梅奇，您回去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对了，顺便问一下，部长打电话来有什么事？别生我的气，别骂我。您也别骂我，我跟您唠叨了半天我的心里话。怎么样，托利亚？拿瓦西里塞夫，交50戈比。老太婆把您开除了。她不是老太婆。磨蹭什么呢，托里？我再干一会儿。啊，那再见了。再见。你好，奥琳姐。明天晚上我们会一会好吗？明天未必行。
明天我们要去看门。啊，那么后天呢？后天我的一个朋友过生日。啊，大后天电视台转播冰球赛，节假日我也没法从家里出来。是啊，你心里也明白。嗯，那好吧，昨天你也够累的了，也得休息一下。再见吧。嗯，明天见。可以进了吗？吕德米拉·巴尔科夫伊夫娜，薇拉，请你把当代世界上最聪明的人请到我这儿来。对，我这儿来。哇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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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问谁？当然是纳瓦谢里采夫了。啊，请进，纳瓦谢里采夫同志。坐呀。亲爱的安纳托利·叶夫列门奇。根据您的表现嘛，我想提拔您。正像人们常说的各尽所能嘛，是不是？我们领导也就是我本人。对，也就是我个人有个想法。想任命您啊，对，任命您啊，我国统计学界一位骨干，出任轻工业处处长，您本人有什么意见没有啊，安纳多利·叶夫列梅奇。我不同意留的米拉普托科夫耶夫娜。我没有主动精神，反应迟钝，不够机灵，外加胆子小，留的米拉普托科夫耶夫娜。我会把轻工业处轻轻的工业处的工作搞得很糟的。请坐。谢谢。大胆一点嘛，那么谢里塞夫同志。谢谢留的米拉普托科菲耶夫娜。请坐。好的。我的名字叫阿纳多利·耶夫列门奇。这个我记住，那么谢里塞夫同志。有必要记住这些琐事吗？尊敬的留的米拉普托科菲耶夫娜。有必要。那么谢里塞夫同志，特别是在我看来，您是最勤恳的。哦，您说什么？不是哦哈，而是最勤恳的工作人员。您过奖了，我值得受这样的宠爱吗？啊，别人都回家了，而您却像个傻瓜留了下来。我留下来，正像您指出的那样，像个傻瓜一样留下来，是因为您批评了我的报表，击中了要害。看来您还很谦虚呀、啊，这是您的美德。我的谦虚比起您的洞察力来是微不足道的。
尊敬的柳德米拉·弗洛科菲耶夫娜，请原谅我，原谅。妙极了。请原谅。很妙，是啊，甚至很有趣啊。这把椅子您坐着很相称。不，请原谅，请您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何必呢？您坐在那儿不是很舒服吗？不，咱们还是互相换换吧。换换。只是您为什么那样看不起我？为什么把我看得那样糟？为什么您没有像大家一样回家去呢？您怎么变得如此勤奋了？您自己说过的，我报表没有写好。是吗？为了这个您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好怪的念头。不不，我是想您能帮助我修改。您又说谎了，阿拉多利耶夫列梅奇。您留下来不走是因为怜悯我。今天上午我不小心当着您的面哭了一场，可能是由于软弱吧，说了些多余的话，您呢就信以为真了。其实我一切都好，好极了，不能再好了。而且个人生活算得了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其他的乐趣多着呢。我领导着一个大机关，我爱自己的工作，很多人都尊敬我，甚至还有些人怕我。对了，我刚从部长那儿回来，他表扬了我，所以我完全不需要您的同情和保护。我还以为上午的您是真正的您，可是我错了，现在的您才是真正的您。好了，您快回家去吧，孩子们在等着您呢。快走吧，送礼的事儿谁都不关心，就我一个人冥思苦想，给保罗夫斯基送点什么才能使他称心如意呢？我倒看中一匹铜马，柳德米拉·普洛科夫耶夫娜，我求你明天放他一会儿假，让他跟我一块儿去，我一个人也拿不回来呀。Природы нет плохой погоды, каждая погода благодать. Дождь ли, снег, любое время года, надо благодарно принимать. Отзвуки душевной непогоды, сердце одиночество печать.И бессонниц горестные всходы Надо благодарно принимать Надо благодарно принимать. Смерть желаний, годы и невзгоды С каждым днем все непосильней кладь Что тебе назначено природой Надо благодарно принимать Смену лет, закаты и восходы И любви последней благодать Как и дату своего ухода Надо благодарно принимать Надо благодарно принимать У природы нет плохой погоды Ход времен нельзя остановить Осень жизни, как и осень года, Надо не скорбя благословить, Надо не скорбя благословить, Надо не скорбя благословить.
您好，韦洛奇卡，可以吗？当然，请进。对不起，请把信交给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好吧，请亲自交到他手里。嗯哼，韦洛奇卡，这是急件。好嘞，劳驾，请别忘了。好，这是我的职责嘛。这封信请别登记。好吧，我不登记。尤拉，早上好。你好，亲爱的。早安，维勒奇卡。和往常一样。还在吗？啊，有您封信。哦，信，谢谢。对了，请到我这儿来一下。来了，局长同志。嗯，我想和您谈谈，费勒。谈什么？你先坐吧，坐吧。我注意听着呢。有件事情，想请你给参谋参谋。您又想搜集哪个人的情况呢？不不不不不，这件事情，怎么说呢？总之，你知道，现在流行穿什么？您指什么？指衣服，这个。哦，这和您有什么关系呢？哦，对不起，刘德米拉·普罗科菲夫娜。是这样，有一个亲戚从外地小城市来了，她是个女的，她想打听一下。哦，明白了，这就明白了。那么先说说鞋吧。鞋嘛，是女人的关键。真的。shoes， 现在呀，讲究穿带带的，高跟鞋。对不起，别了 ，shoes， 我听不明白。就是，英语里的 shoes， 就是鞋的意思。哦，是这样。至于靴子嘛，靴子要高跟的，还要带褶的。等等，别了，七哥，等等，我得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你别说那么快，等等。好吧，可以。我来做个笔记。什么带褶？是鞋跟？是靴筒。哦哦，是的，是的。您那个亲戚腿长得好看吗？细长？哎呀，怎么说呢？腿嘛，一般的。啊，懂了。腿要是不怎么样，就得把腿藏起来。往哪藏？穿超长裙呢。你们真行啊！笑死人！怎么回事？清点公务。幺幺三椅子。同志们，怎么回事？我问你们呢。幺三幺九椅子。幺三幺九。你们瞧啊！等一等，这台灯多好看！是不错。同志们，等一等。会议桌三幺幺八九。同志们，怎么这么不客气？我们在执行您的命令，局长同志。你们是脑力劳动者，我们也是。4326电子计算机。好，请你们小心一点。走，咱们到会议室去吧。我成体统。花瓶1348。咱们走。笔架1319。地球蝗虫。礼品飞机1314。这是个小花瓶5826。罗拉，这写的什么？这词儿不太文雅。擦了。您知道吗，路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还有一点得注意，要配得恰当。比如说，里边穿一件高领毛衣，或者是立领衬衫啊。最近百货商场来了一批立领衬衫，上面再穿一件布拉伊子。布拉伊子？就是运动衫式的上衣。运动的时候穿的，平常也穿。穿件布拉衣子，里边来件立领衬衫。其实嘛，这也不是主要的。哎呀，现在头套又不实心了。哦，谢天谢地，这就好了。要不然这头上顶着，像一幢房子，这多不好。那倒是，自然点好。就是、头套不实心了，那就得在脸上下功夫。您知道，
眉毛在脸上可太重要了。请您原谅，我既然说到这儿了嘛，就得谈谈您的眉毛。眉毛怎么了？太不像样子了。我的眉毛？您的眉毛这么粗，这么密，就得想办法治理。怎么治理呀？往下拔呀，薅啊。怎么薅？用鸭嘴笔就行呗。鸭嘴笔？哦不，亲爱的，多疼啊。您是个女人嘛，那就得忍着点儿，眉毛要画得细细的，往上这么挑着。像您这样？奴我又不是样板儿。别了，要不要先打点麻醉药然后其实嘛，这也不是最主要的。最能把埋头工作的妇女和一般女人区别开来的是什么？走路的姿势。瞧您是怎么个走法的？我简直莫名其妙。您的屁股撅着，胸挖着，整个身子都佝偻着，简直像个大虾米，直眉瞪眼，大步流星的，像钉木桩子似的往前走。看看我们怎么走。哎呀，这样走路太不雅观了，天哪。女人嘛，应当是个谜，头要稍微的往上抬着，眼睛要稍微的往下垂，这儿要放松，肩要向后甩，胯骨一下要自由摆动，轻盈优美，就像豹子起跳的时候那样。男人呢，专门注意这样的女人。这样走法能学会吗？会不会太难了吧？哦，叫兔子抽烟都是可能的。原则上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您这样想？对智商正常的人来说是这样。来，您站起来，整理一下衣服。哎呀，我真怕掌握不了这门学问。小事一桩，能学会，别紧张。嗯，胸挺出来。胸？您这是奉承我呢。大家都奉承。好了，后边收回来。这样。前面肚子也收回去。收这儿还是跟您怎么说您就怎么做，前后都绷紧，都收好。走，往我这儿走，注意女性美，步态要轻盈，胯骨以下要放松。好，走。哎呀，刘德米拉普科菲夫呢，你怎么扭起来了，像个下流女人。好看吧？这小马不错。可不是小马，是头毛象。咱们到了吧。是谁的？巴洛夫斯基过50岁生日啊，先别告诉他。嗯，一字别提啊。这是哪弄来的？买来的。您是女人不是大兵，潇洒一点，再潇洒一点，似笑非笑，要让男人觉得您呐，您心满意足。呼吸帅一点，优美一点，别像撂蹶子似的，又不是在遛马，您是一个女人。走，自己走，高兴一点。哎呦，您往哪儿走啊，刘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您这是往哪儿走啊，刘德米拉普罗科菲耶夫娜？刘德米拉，我们想把马藏到后台柜子里面。干嘛藏柜子里？您说干嘛？不让过生日的看见，不让他高兴的太早。那么好吧，那藏哪儿呢？我不是说了，后台柜子里。装得进去吗？塞呀。说了，大公会来一下，快，公会。你们把马藏起来。来了，这儿没我的事儿。没事，谢谢维拉奇卡，我马上就过去把咱们事儿接着办完。好，你先过去吧。等您过来把事儿办完，一样不落，一会儿来吧。柳德米拉·巴拉科夫伊夫娜，你们刚才干什么来着？您把马放下吧。不要紧，我有力气。您昨天晚上过得怎么样？没病吧？无缘无故的我干嘛生病啊？怎么我像有病的样子？不，昨天晚上我玩得很好。是吗？我的一个朋友开着自己的富尔加来接我。啊，他哪来那么多钱？哦，钱对他来说不成问题，他是个有名的飞机设计师。我们去了饭店。哪个饭店？
哎呀，您快把马放下吧，干嘛老抱着马，多沉呢。我和他难舍难分了。您问哪个饭店？阿拉格维饭店。啊，是啊是啊。我们在一起吃了吃了烤子鸡，还有熏鸡，羊肉串，羊肉饼，羊肉馅卷。您说什么？不不，羊肉饼。喝什么了？葡萄酒和矿泉水。您不是不喝酒吗？哦，怎么不喝？好酒我从来不拒绝，何况有个好伴儿。您怎么和马沾上了？快放下吧，您会受内伤的，放下吧。受不了伤，马很轻，是匹小马，波尼马。晚饭以后又干什么了？你忘乎所以了，那么谢里采夫同志，快把马放下，干嘛像抱个情人似的？我喜欢动物。那我问您，昨天晚上您是怎么过的？我很简单，坐电车回了家，帮大儿子做功课，他上二年级，然后又哄小儿子，小儿子玩了一会儿，后来我妻子就，是吗？是的，是的，叫我们吃晚饭。您妻子叫丽子？太沉了，我来帮帮您吧。没事没事啊。白白的脸梳两条辫子，一条辫子，这是您的前妻，也许您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不不，还是原来那个梳辫子的。得了，您根本就没有妻子，我了解情况，您干嘛总是撒谎？向您学习，柳德米拉波罗科夫姐夫呢，我也了解情况，您根本就没有什么飞机设计师。您跟我说话怎么这么随便？谁给您这个权利？我是您的局长，您怎么把马给扔了？怎么了？您怎么和他躺下了？我们没有躺下，是摔倒了。摔了？是的，从马上摔下来的。得了，别装了。哎呦，我很难受。您怎么回事？快站起来。妈把我摔垮了。您快和您的这匹马一块出去吧。我这儿快起来，快出去吧。这儿起了个包。包？不，这里冷敷啊。我们这是工伤。可您这儿没包啊。就要长出来了。既然您这样认为，那就找点凉的东西吧。您干嘛亲自动手呢？您可以叫秘书代劳吗？什么时候您才能不把我看成是个局长？柳德米拉·普罗科菲夫娜，布波罗科夫死了。哦，为什么死了？我没指示啊，怎么了？死了。因为什么？为了什么？我还没弄清楚呢，请交钱买花圈。交多少？50戈比，快点，交钱买花圈。要是今天再死个什么人，或者再生个什么人，我可就要交饿肚子了。签个名。等等，我先来，我毕竟是一级之长。好，按官大小签名。谢谢。谢谢。那么谢里采夫，您怎么没把马放到柜子里？你倒会偷懒。还没有等我和马到位就。您好点了吗？您那个地方好点了没有？能行吗？那儿没有。没事儿，您好了，快站起来吧，要不要我帮帮您？谢谢。您赶快起来，站起来吧。快去干您该干的事儿吧。再一次，请您原谅我和这匹马，我们俩。您到底，您现在到底觉得怎么样啊？实话说吧，和波布里科夫相比，我。幸运多了。好吧，您走吧。你好。你好。你老往局长那儿跑啊，是在执行我的计划吗？不，我和马合干一下社会工作。是这样。对了，尤拉。尤拉，你还没谈任命我的事儿吧？老没有合适的机会，不过我没谈太好了，别谈了，维持老样子吧。我不想要那个职位了，不要了。怪人，维勒奇卡。局长要是问，就说我到部里去了。好吧。喂，阿六呢？你坐稳当点，别摔跟头。你边上的林诺娃。就是那个把头发染成浅颜色，老提个买菜兜子的那个人，你回头看看，瞧他脖子上那一圈玫瑰多恶心。你听着，阿廖娜，他叫我把一封信转交给副局长。我偶然的看了一眼，当然看别人的信不文明，不
不过我看了一眼就再也放不下了。你听他写的：亲爱的 Yura， 我久久下不了决心给你写信。听着还有呢，四十来岁的女人常常会干蠢事，她倒有自知之明。再听着，我又找着了。自从我跟你再次见面以后，我明白了，这些年来我似乎只爱着你一个人。瞧他，一个快退休的人了还干这种事儿。阿六呢，你看这不是性解放吗？真新鲜。他大概是神经错乱了。哎，这个事儿你可别随便对别人说呀。啊，您好，同志。您好。石正花多少钱？这束四个半卢布，这束两个半。两个半的吧。给您。啊，不，四个半的。好。谢谢。找钱？不必了。不找。拿着吧。Моей душе покоя нет, везде я жду кого-то. Без сна встречаю я рассвет.И все из-за кого-то, со мною нет кого-то, ах, где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могу весь мир я обойти, чтобы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чтобы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могу весь мир я обойти.Хранящие любовь, неведомые силы. Пусть невредим вернется вновь ко мне мой кто-то милый. Но нет со мной кого-то, мне грустно от чего-то. Клянусь, что все бы я отдал на свете для кого-то, на свете для кого-то, клянусь, что все бы я дал.
我过去。干什么？怎么回事？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你月兰，请那瓦西里财夫到这儿来一下，让他带上报表。那瓦西里财夫同志，请到局长这儿来一趟，带上报表。早啊，尤兰。奥连卡，我很受感动，但是你要明白，生活不能改变了。我感激你，珍惜你对我的一份情谊。我请求你，不要折磨自己和我。你是个聪明人，人们说一个女人聪明，实际上是把她当成傻瓜。哦，这太过分了，我不这样认为。有了，你变得彬彬有礼了。我不认为这是个缺点。你身上没有缺点。你好，早安。啊，你好。您好。我知道你身上只有优点。下封信里，我想把这个意思再发挥一下。你找维罗奇卡在吗？怎么？没什么。有时候我就爱犯这个毛病。常有的事。哦，请您啊，请坐，请坐，咱们看看。很好，很好。您看，您看，只要您肯下功夫，您会干得很好的，不是吗？我一向喜爱我的工作。我认为。离开统计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苦役。是的。啊，您知道吗，阿拉多利耶夫林梅奇，很有意思。今天早晨我一上班就发现桌子上摆着鲜花。竟有这样的事？奇怪了，谁送的呢？是啊。怎么我不知道啊。您怎么看呢？不知道一无所知。不知道啊？不知道。哦，不知道，真有意思。看来这是个谜了。啊，是是。啊，我知道了，是输了。哪个输了？就是工会的那个女的叫输了。是这么回事。波布里科夫死了。后来他又没死，医院里有一个跟他叫一样名字的人又遇到了这种不幸，可打电话通知了咱们局，完全弄拧了。可是花圈已经买来了，他会不会再死一次，谁也不知道啊。花要是糟蹋了，那就太可惜了。于是输了就把波布里科夫拆了，不，波布里科夫的花圈给拆了，分给了女同胞。这是我给他出的主意。得了，对不上啊。怎么对不上？就是对不上啊，我上班前来的，这花已经就插在这儿了。波布里科夫还活着的消息是后来才知道。不是这样吗？是对不上。就是说我的话不对。看来是不对。是。那么是谁呢？您怎么看？您盯着我，好像怀疑是我把这把草弄到您这儿来的。您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不是一把草。而是一束漂亮的鲜花。我怀疑是您送来的，可不知为什么您没有勇气承认。那不，这太可笑了。您为什么要怀疑我这个诚实的人呢？我怎么会想起给您送花呢？您想想，我凭什么呢？真是的。怎么您认为就不可以给我送这束花？可以，我可以给您送花，不过总得有个，比如说像是过生日了，或者三八节。不过我不准备干这种事，我不敢。你老是说谎，那么谢了钱。我没有说谎。
我没给你送花，我犯傻了，难道我吃饱了撑的了？算了，我得去。您先是给我送来这束花，然后就来侮辱我。是的，不，我没拿走吧，您的草拿走。您还从来没有往别的工作人员脸上扔过东西呢，难道您对我就这么偏爱？您再说一句，我把凉瓶也扔过去。假如您这么做，就说明您真的是爱，真的。您走。好，马上走。马上。以后我不叫您进来，再也不准。是的。到我的办公室来。不叫不来。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在非接见日不许您进来。以后有什么具体的工作，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请您到我的秘书那去登记。是，我没有具体事儿。出去吧，以后不许进来了。再见了。以后永远不许进来，听明白没有？我再也不到您这儿来了。不来就不来。放心吧，不过刘德米老婆的咖啡粉呢，请您千万原谅我。我是太忙了，以后绝不干这种事了。门在哪儿呢？门在门的地方。门往哪边开？哦，这儿。再见，刘德米老婆的咖啡粉呢。Обрываются речи влюбленных, улетает последний скворец, целый день осыпаются с кленов силуэты багровых сердец. Что ты, осень, наделала с нами? В красном золоте стынет земля. Пламя скорби свистит под ногами, ворохами листвы шевеля. Папа, папа, 叫你听电话。是谁呀？是米萨叔叔吗？告诉他，15分钟以后我给他回电话。爸爸，是个不认识的阿姨。我去看看。喂。阿德多利耶夫里梅奇，我昨天看在上帝的份上原谅我吧。昨天我大概太急躁了，所以我表现得太不像话了。今天空下来一想，我也许真的不是您送来的那束倒霉的鲜花。不，列德米老伯的咖啡粉呢，是我送的。哎呀，竟是这样。你简直没良心，简直太不知羞耻了. Последние маки, журавли улетают трубя, и природа в болезненном мраке не похожа сама на себя. По пустынной голой аллее шелестя облетевшей листвой, Отчего ты себя не жалея, с непокрытой бредешь головой?
стены теперь затаилась в этих странных обрубках ветвей. Ну а что же с тобой приключилось? Что с душой приключилось твоей? Как посмел ты красавицу эту, драгоценную душу твою, отпусти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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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чтоб скиталась по свету, чтоб погибла в далеком краю. Непрочны домашние стены, пусть дорога уводит во тьму, нет на свете печальней измены, чем измена себе самому, себе самому.费罗奇，您好，您好，可以吗？当然了，请进来吧。请您再当一次信使吧。很高兴，教他亲收。信里是我写的关于改进轻工业统计工作的建议。您知道吗？我很理解您。信件，改进轻工业的统计工作的确十分重要。我非常理解您，我太理解您了。给你。好，给您。好了，没事了吧？谢谢。放心，一定照办。您好，尤里格里高利叶维奇。你早。你要逼着我从窗户跳进去吗？这样不好。早安。您早。您好。您好。您的信，李诺瓦的。谢谢。哎，给您。别了，请看。叫舒拉来一趟，请转告舒拉，尤里格里高耶维奇找他。为什么办公室得糊窗户？为什么占着我的办公室？那我简直不懂。那是因为应当上班前做嘛。他们上班的时间和我的和您的一样。不像话。早九点到晚六点。我去会议室。您的信。我有件难以启齿的事。您说吧。不知该怎么说好。我们机关一位女同志的精神状况让我担心。我猜得出您说的是谁。除了您以外，还有谁能猜得出？全机关的人。这儿的信息传得真快呀。那就更应该帮助他摆脱危机，向他伸出救援之手。您读读吧。为什么？读吧读吧。读出声来。读出声来。亲爱的，最最亲爱的，尤里。下面的话还读吗？读。可这纯属私人信件。我没有什么秘密要向群众隐瞒的。哎，快看，来了来了，就是他爱上了妇女。啊，哦，看，瞧瞧瞧，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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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东西。我的办公室在糊窗户。啊，我的糊好了。说了，拜托了。我不说。输了，您找我有事情吗？特别事件。特别事件。是的，雷诺瓦迷上了萨姆和瓦洛夫，神魂颠倒，一封封的给他写情书。啊，您怎么知道的？您瞧啊，这信怎么到您手里了？尤里格里高尔也维奇亲自交给我的，要社会舆论帮帮忙，保护他。把信给我。哦，给我。不不不，这都怪雷诺瓦不好，他应当控制自己的感情。输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是不是会计室的人呢？大概是。你还记得这个？我想是的。那么我认为除了社会工作，您还是回您的会计室，回会计室干您的本职工作，这样更加合适。别了，不要让任何人进来。维勒奇克，萨姆和瓦洛夫把雷诺瓦的信交给了我，让工会介入。真卑鄙！是的，可是把我发配到会计室去了。你早就该多干点活了，尤里·格里高利耶维奇。您交给工会的信又转到我手里了。要是您失望的是对这事儿我和您的观点不一致，我坚决主张这种事不能用群众舆论来解决。您说起来有理，请高丽也是我您这样做，我为您感到羞耻。还求我他，要有耐心，要讲求方式方法，不可能有什么耐心和方法。我是想您没有耐心把信公之于众，这太残忍了。您的做法太低级，难道您不明白吗？胡说八道。我了解沃利亚和他丈夫，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你为什么老知道流言蜚语？尤里格里高尔维奇亲自把信交给了我，让工会讨论，我还读过他的信。尤里格里高尔维奇。是的。工会讨论。是的。嗯。走开，回你的会计室去。神经病，离我远点。我还给他的孩子弄个免费去夏令营的票呢。简直是见鬼。这样吧，我和他好好谈谈，遇人病人为善的好好和他谈谈。您这样做我很高兴。那就好了。我可以进来吗？对不起，我借过您二十卢布是吗？什么时候？我要跟你把账算清。现在在这儿？必须现在，就在这儿。怪人，十五卢布，八十戈比，九十。对了，二十卢布，你数一数。对，都对。不不，你检查一下，马上检查。得了，得了，得了，都对。对了，是吗？你疯了？对不起。请吧，请吧。有您在场，不过。我绝不是马干休。您可以还击吗？我会还击的，不过用别的方式。是啊，您违反了纪律，那么西里采夫同志，您居然敢在局长办公室里打人。副局长办公室？这无关紧要。不过您倒提醒我了，下次我在您的办公室揍他。您不但说谎胆小，厚脸皮还打架斗殴。是啊，我是个硬核头。看来我得加强对您的管教了。恳求您多加管教。哎，买房子都排队啊！我在你前面。好的，我去前去了。哎，你别叫客啊！我在这儿排着来着。
老太婆把我赶回会计室去了，不过我会逃出来的。你这是勇敢的行为，我同情您，我们都是女人，可是您的行为不道德。我不相信谣言，可是萨姆和瓦洛夫找过我，我还读过您的大作。您是怎么搞的？一个有夫之妇还当了母亲，却写这种有失体面的信。作为您的同事朋友，我好心劝您快别这么做了，回到您的集体家庭和工作中去，这样才对。他为什么把我写的信给您看呢？他是想取笑我吗？哪里，他哪还顾得上笑，他是跟我商量怎么帮助您。我相信你一定给他出了好主意。Такое нет, весь день я жду кого-то. Без сна встречаю я рассвет, и все из-за кого-то. Со мною нет кого-то, ах, где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Могу весь мир я обойти, чтобы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чтобы найти кого-то.Могу весь мир я обойти. Увы, хранящий любовь.Неведомые силы. Пусть невредим вернется вновь ко мне мой кто-то милый. Но нет со мной кого-то, мне грустно от чего-то. Клянусь, я все бы отдала на свете для кого-то, на свете для кого-то.Клянусь, я все отдала. Чинь, чинь, 门开着。啊，谢谢，我进来了。啊，你随便点，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一会儿就来。我已经进来了，我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我马上就来。嗯，你随便坐。啊，没关系。我很随便。
您怎么不说话？这衣服我穿着，我穿着不好看，也许我不该穿的。我的样子一定很滑稽吧？如果这些东西太俗气，我可以摘下。不不，带上。您知道我是不会打扮的。您太漂亮了，刘德明老板夸夸我呢。您真的喜欢？非常。我真太高兴了。来，坐下吧，请。咱们吃饭吧。谢谢。行。好。要不您坐这儿？不，坐这儿可以。好，那就坐下吧。好，谢谢。请吧，这儿什么都有。当然了，当然您。我给您斟点可以吗？怎么样？可以可以，当然。这儿什么都有。对对对。这是葡萄酒。还有矿泉水。对，葡萄酒，来红的还是白的？白的吧。不不不不不，还是来点红的。对，来红的，红的好。谢谢，您自己也斟上吧。对对。谢谢。咱们为什么举杯呢？为什么？是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为大家的健康吧。说得太好了。您真的高兴啊。喝吧。为了所有人都健康。对，所有人。这酒又苦又涩的，不过我得吃点沙拉。这太好吃了。您不必客气。不客气。对了，这是给您的。谢谢。这太好了，真让我高兴，谢谢。里面是糖果。是的是的，我知道是糖果。您来点这个。好，谢谢。少点、青菜够多的了，少点。谢谢。来点鱼。鱼少点够了。我已经登记，要求您接见我，在下周三。什么事儿？是个人的事。那何必等到下星期三呢？现在我们就可以谈谈个人的事。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您现在就说吧。不，我不反对。现在吗？是的。不过我不知道从哪儿谈起。就从最主要的谈起吧。开门见山。您说开门见山？您就说吧。我请您接受我的。合理化建议。也可以这么说吧。那么说。哎呦。等等，我马上来，实在抱歉。喂，找您的。我是一个女人。不，一个孩子，若夫卡。就我的两个孩子在家，我怕出了什么事就把您的，不，咱们的电话号码留给他们了。您打吧，没关系，打吧。喂，若娃，出了什么事？什么油漆？你们到阳台干什么去了？赶快上床睡觉，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再摆弄油漆，我打死你们俩。对不起，刘德米拉布拉科皮夫呢，是我的孩子，一般的说他们挺乖的。出了什么事了？油漆不够用啊。什么油漆？绿色的，我买的。干嘛用？油阳台栏杆，可他们用它油了厨房的门，不够用了。刚才咱们谈到哪儿了？您刚才说您请求我接受您的。我
是吗？是的，只是我不知道您的态度。哦，您快说吧，您都要把我急死了！天哪，别让我着急！马上说！您已经让我急得您让我急得够呛了。我也是，您知道吗？我完全，哎呀，真热，一身的汗，可以喝点水吗？啊，当然有矿泉水。什么都行，只要是水。给您也倒一杯吗？好，当然可以，谢谢。求求你，说吧。马上说。说吧，说。那马上，马上。求求你，您快说吧。尊敬的。啊，我求求您了。尊敬的，六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不，亲爱的六德米拉布拉科夫伊夫娜，你知道吗？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男孩，对。另一个也是男孩，两个男孩子，这是个大累赘，对，是个大累赘，绝对是个大累赘。哦天哪，您怎么能这么说孩子？六德米拉布拉科夫，不能这样说。你别打断我，我本来就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我，您是谁？了不起的局长。有才能的领导，动人的女性，还有一个，不，您别反驳我，事实如此，真的。可我算什么呢？凡夫俗子，工资不高，其貌也不扬。哦，您说什么？刘德米拉布拉郭夫人，瞧您说，您听我说完，您别打断我，您听我说，不，完全不是那样，不是那样，我怕您，我真的怕您，真的。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说的话心里就发颤。哦，太遗憾了。是，遗憾遗憾，我不能给您的生活增添光彩，不能。您要我这样的人有什么用？我有两个孩子，两个，一个是男孩，另一个。您是幸运的。哦，不，我们喝下这一杯吧。来，为了。哎呀，我闯了大祸了。哦，没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哎呀，糟糕，把我的脸一群给毁了。不，赶快撒上盐。红葡萄酒是洗不掉的。能洗掉，听我的，把裙子脱下来，赶快脱，脱裙子。不，现在不行，在这儿不行，不要脱了。您还是让我把它脱了吧。我现在去找盐，我找盐去。哦，不，阿拉多列耶夫列列维奇，不必了，别弄了，别为他难受了，我求求您，求求您了。哎呀。快坐下，我撒上盐就吸走了。反正我再也不穿它了。没关系，不要管这裙子了。您坐一会儿，别动。真可恨，让它见鬼去吧！如果您再说这个连衣裙，我就给您洗干净。我就把这连衣裙，您坐下，您再说，我就把这连衣裙给烧了。那，阿拉多列耶夫列梅奇，刚才您的一席话使我非常感动。您哪是什么凡夫俗子啊！天哪，您是让人那么喜欢，在各方面都让人喜欢。可我正相反，我对您有什么用呢？等等，别打断我，求求您听我说，安静，别说话。刚才我认真听您说，一次也没插嘴。现在您听我说，阿拉多列耶夫列梅奇，我满门心思是工作，我的生活已经定了型，我是一个。老单身了，我习惯于发号施令，脾气又急躁，我让人过不好日子，哪怕是一个使我有好感的人也是这样。不过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我不相信您。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嘛。我感到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您更亲的人了。我也觉得您很亲切。我常想您想的很多，
比应该的多，但是这倒无关紧要。不，这很重要。等等，别打断我。我这一生有过一次可悲的经历。有一个人追求过我，我们来往了很长时间，可是后来他跟我的女友结婚了。我可不打算跟您的女朋友结婚呢。是啊，您也不会有这种机会了。我和所有的女友断绝了来往，我把他们赶走了，我不要他们了，但是这并不说明我打算嫁给您，这样太匆忙，太仓促。等等，对不起，我不明白，我脑子太不灵活。您拒绝我的求婚？不是的。您接受了？哎呦，我也不知道。喂。是若婉，给我。若婉，你等等。怎么回事？什么？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是的。怎么了？他们把猫塞到下水道里去了。哦呦天哪！你上哪儿？快走，快走，咱们快去救猫去。抛头露面，你避开了出怪露丑，我一个人演自己的角色，对手戏中却没有对手。你藏在后台的阴影里，不细心的眼睛看不到你。我一个人踏入在众人前，丢尽了人，出尽了丑。我演着这场独角戏，人人把我看得一清二楚，连你也不理解我的坦率，反嫌我充满善意的微笑。和你一样的那伙儿，拿我的痛苦当笑柄，我一个人受辱蒙羞，在人前无法抬头，在轻浮的人群间，真正的男主角没人看见。男主角呀，你害怕了吗？别怕，我从来不会出卖人。我们的这出戏只有我一个人演，我演得如此失败，痛苦由我一个人承担，痛苦的煎熬实在难受。奥莲卡，我在这等你呢。生活的怎么样？比谁都好。我不是每天都向你书面禀报过吗？亲爱的，我善良的好人，
怎么了，尤兰？有毛病？阿莲卡，等等我，阿莲。阿莲，不要挖苦我了。我读你的信，就像读一首长诗。我还真不知道 你写东西这么感人。信我时刻带在身上。我再也不会写了，你不用担心。那些信你还给我吧，万一你丢了或者被你妻子看见，会引起麻烦的。请你原谅我。真是不得了了，欧里亚！一大早我就拼命的擦门上的漆，用刀子刮，用肥皂水洗，怎么也下不来，擦不掉了。你瞧，咱们的国产货。早上好。早上好。明天我的阿利克塞就要从疗养院回来了。我很高兴。我也是。问他好。嗯。他可是个好人。是好人。礼拜天你带孩子来玩吧。一定去，谢谢。啊，维勒奇卡，看到您我心里真是，我要是个轻浮的男人。哦。哇。漂亮，我一直在观察您，常到我办公室去坐坐，咱们聊聊、扯扯，好吗？好。早安。早安。猫怎么样？猫说，自我感觉良好。猫是这么说的吗？啊，真是个好猫，世界上最好的猫，是不是？我有个想法，下班出去怎么样？哦，这个想法。上剧院。上剧院太好了，我已经一百年没去了，可看什么呢？不知道，看什么都一样。对，都一样，下班去吧。早上好，维勒奇卡。局长同志在吗？天哪，这是谁呀？是我呀。怎么样？喜欢吗？没治了，您变年轻了。刘德米勒普罗科菲夫呢？是吗？我这个学生及格了。黑岛神童。哦，谢谢维勒奇卡。亲爱的，你猜猜看，我为什么迟到吗？到居委会去了，睡过头了。
哎呀，有生以来头一回睡过头了。我的法式怎么样？喜欢吗？看了能晕过去。我也这么想。来，喝杯咖啡吧。谢谢。别了，切卡，有时我生硬，态度粗暴。对，这是事实。是的，是事实。我态度很糟糕。是的，糟透了。不必隐晦，亲爱的，请您原谅。好说，好说。我呢，也不是省油的灯。没错，半斤八两。咱们互相担待吧。来，祝我们健康。这张蒙娜丽莎的复制品挺有意思。哦，瞧您说的，这不是复制品，这是保罗夫斯基和用电子计算机打出来的。是吗？在这儿挂一个月了。真的？我怎么没发现？哦，这么好的东西我都没发现。哎呀，真不愿意呀、啊！哎呀，天哪，真不愿意去呀、啊！哎，那也得去领导啊。早安，刘德米拉·布洛科夫·叶夫娜。早安。您今天真漂亮。从今天开始，我要永远这样。米洛奇卡，米洛奇卡，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刘德米拉·布洛科夫·叶夫娜发生什么事了？他跟纳瓦西里塞夫谈上恋爱了，大家都知道，您会不知道？办公室的浪漫事。哎呦，我来帮你。谢谢。有什么新闻呢，尤里·格里高耶维奇？同事们都在议论一件新闻。什么新闻？无稽之谈，我不想和您说这些。不不，还是说吧。您会知道的。不，您还是说吧，一切情况我应该了解。在这签个字。我也不知该怎么说。是怎么样？总之，您就怎么说吧。人们都说纳瓦西里财富在追求您。是的，是有这么回事。那又怎么样？没什么，不过这会毁坏您的名声。哦，在这情况，尤里格里高耶维奇。对的，我的名声很好，是到了该毁坏的时候了。您怎么看呢？不过有些情况您不知道，我觉得我也有责任提醒您。哦，这再签一下。比方说到我家去，你还记得吗？记得。怎么不记得？那个时候他就想和您套近乎，他亲口对我说的。为了得到兔长的肥缺，我不想贬了，他能够胜任，他的想法也可以理解，工资上去了，功利心满足了。这还有，您可能以为我胡编，为了报复那一巴掌。可是有些细节只有从他本人那里我才可能知道。比方说吧，他怎么请您喝鸡尾酒，他怎么和您大谈特谈采蘑菇。多谢了。别了，请你来一下，带上记事本。我给您办了件好事，瞧，我给您抢购了件立领衬衫，抢得厉害着呢，50个卢布。谢谢，
我口述个决定。记下来。任命为轻工业处处长，并相应的发给增加的职务工资，署上我的名字。谁呀？您没说任命谁。我没说。那么谢里采夫阿拉多里耶夫雷梅奇，勇敢的向前啊。为了去看您今天真迷人啊。对不起，我不敲门了。您去哪儿？别让人进来，我们开会。嘣嘣嘣嘣，高举着红旗，勇往直前。喂，喂，他不在，他一天都不在。远东军团，大举进攻。让那些部长们少打扰我们。请坐，纳瓦谢里采夫同志。我把门锁上了。我请您坐下。请坐吧。不，我请您，请你坐下。我买了两张票，不过不是看剧，而是看马戏。你喜欢吗？在我的办公室里，不要往桌上坐。啊，对不起，我懂了，我还以为我可以例外呢。我祝贺您了，纳瓦谢里采夫同志。我物色很久了，最后也没有找到比您更合适的人选。您精通业务，办事果断，精力充沛，还精明强干，别提多精明了。总之，我已经签发了任命您当处长的命令了。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您拒绝这个职务？不，我只是不想听你这种口气。别的口气您没有资格。为什么？我去买票的这么一会儿功夫出了什么事情？这事儿早就发生了。对您的创造发明我有了充分的认识。创造发明？我什么也没有发明。不要太谦虚了吧。您跟我套近乎要当处长，难道这不是一大发明？我就知道，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是啊，不错，我没有权利为了谋求职位去接近你。可是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我过后会真的爱上了你。当时我丝毫也没有这种想。哎呀呀呀呀！你可真是个可怕的人物。我。是的，是您的行为不可辩解。您大概还不明白您的行为多让人厌恶，您知道吗？
可是我有一个可以减轻我过失的理由。现在我爱你，我爱你。我不相信你。可您却相信了萨马赫瓦了。好了，算了吧，上任去吧。您有了一个有意思的新职务，您得下功夫，集中精力，才能胜任。您已经得到了您所需要的东西。马戏呢？还看不看了？生活中的马戏够我看的了。可能是。不。我是说，可能是。不，没有可能。那么我拒绝接受任命，我为他花的代价太大了。你又在说谎。不，现在顾不上说谎。好了，您去吧。对您的弦外之音我已经不感兴趣了，快去找您的处长办公桌吧。决定在哪儿？秘书呢？把任命我的决定给我。给您。谢谢。喂，我还没有忘记您的声音，我听出来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明白咱们为什么闹离婚了。我明堂有个孩子。你想要个孩子吗？是的，越快越好。没法快呀。现在离下班还有两个小时，局长在，我怎么能走呢？你怎么连招呼都不打？如果您要求我这么做，那么您好。托里啊，你我之间不应该有误会。依我看，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误会。我坦率地说，尽管这么说我不容易，但还是要说，你是好样的，我佩服你。你打我一巴掌，你有理。祝你前程远大。Людмил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Людмил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 那么谢谢财富，他留下一份辞职报告。你真的要走吗？是的。我另外找了一份工作，离家近，工资也高，工作也有搞头。你以为我什么都不明白？你是为他才走的。让纳瓦谢列切夫到我这儿来一下。喂，纳瓦谢列切夫同志吗？请到局长这儿来一趟。您叫我了。我读了您的辞职报告。纳瓦西里采夫同志，您就这么读报告？没关系，我再写一份也不难。您可以再写，我照思不误。那就写第三份、第四份、第五份。我绝不在您的领导下工作，我不愿意干，也不想干。您会的，纳瓦西里采夫。不会的，高兴的同志。会的，我死也不放您。您是个，我早定了，是个不可取代的工作人员。不可取代的人根本不存在。您可以另找一个更正派、更诚实的人，从来不说谎的人。您呢？您是想找一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首长，是不是？那是当然，何况这不成问题。您每次闯进我的办公室都是为了侮辱我。不是我闯进来的，是您叫我来的。这当然是您求之不得的。您让我没法办公。我没叫您。您叫了。那您去办公好了，谁阻拦您了？阻拦我？我没有阻拦。您再阻拦，您不在我的报告上签字，我没法办手续。您写吧。我写。我来签。不签也不行。您写嘛，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我不写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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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够用。我就写写写，不用催我。我不是机器人，我是活人。我很乐意摆脱掉您。行啊，写好了。
我想您在经济上不会蒙受太大损失吧？不，当然不。马戏票不会作废。当然不，我到黑市上按高价出售。对呀，对呀，我们对您的精明丝毫也不怀疑。您的洞察力可谓非凡呐，可不简单。啊啊，让咱们看看，欣赏。请吧，请吧。哎呀呀，怎么回事？真遗憾呢，写的有毛病。真的吗？没写明辞职原因呢，人家一检查就会发现我毫无理由的、毫无理由的放走了一个有用的工作人员。啊，这样您就不心疼纸张？不，不心疼，咱们的造纸工业挺发达，纸张够用的。那我再写一份。写吧，写吧，不过请快点，我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让他们等着吧，请您快一点。反正也跑不了，可惜我快不了。念书的时候是个坏学生，我就知道你是好学生，两分的好学生。别替我伤心的过去了，得，劳您大驾。啊哈，再让咱们欣赏欣赏。欣赏吧。就是说您要调走，对，我走您留下啊，我留下您走。看吧，我写的您走什么理由啊，咱们瞧瞧，写的再清楚不过了。申请调离，因局长可鲁金勇敢点念，是个任意胡为的人。往下念，是这样，任意胡为的女人。真认真，瞧您多细心呢、多诚实啊。请您不要再取笑我了。瞧啊，简直像个娇小姐，你说不得了。我是娇小姐。对呀，您是个男子汉，真正现代化的男子汉。看您追求女人的方式啊，是多么的别出心裁。您怎么可以这样辱骂我？瞧您说的，您自以为是局长就可以为所欲为，简直是蛮横无理。蛮横无理？您还想打我？该打就打。无理，冷血动物。是的，是的，您就是一个冷血动物。你敢这样说？部长，救命啊！你这是干什么？哎呦！你往哪儿跑？你干什么？你打你了！别打，别打，打几下够了。打你！别打了，这样打会把我打死的。打不够的。哎呀！哎呀！我得找同志们开批判会。打！对。你往哪儿跑？代表们，我要自卫了。没人救你了，你可得当心点。放心，你把大衣踩着了。留神！你会把一个好干部打成残废的，国家要受损失了。我别打头，这是我最敏感的地方。头！哎呀，天哪，眼睛！头如野的头，打出包来了。好了，忍耐到了极限，我要铤而走险。对，铤而走险。打你！安静，我给您洗个淋浴。你敢对我这样？不不，我给您擦干，我马上给您擦干。哎，别别别！你往哪儿打椅子？你这是干什么？慢点。飞了，这就两个孩子的父亲吧。别跑！别打了！哎呀，倒下的人是不该打的。摔倒了，您得打。这是我最敏感的地方。别打！哎呀，哪跑？飞了！救命！飞了！他骂我是冷血动物。快跑！飞了！跑！飞了！放下！打你！你往哪儿跑？我为何年十六步，你给的美丽希望。Пусть не летим вернется вновь ко мне мой кто-то милый. Со мною нет кого-то, а где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Могу весь мир я обойти, чтобы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чтобы найти кого-то. Могу весь мир я обойти.我打你，我得把你打残了。别放开我，放开我，我恨你，我恨你。去哪儿？随便。